12月23日，小 S 二女儿和三女儿拍摄的一组写真大片曝光，一时间又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因为从曝光的图片来看，效果是真的好，让人看到了小 S 靠女儿们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前段时间，小 S 的大女儿为某时尚杂志拍摄了封面大片，当时照片曝光出来后就获得了大众的好评。因为以谐星被大众熟知的小 S， 没想到的是女儿却显露出了非常有气度与众不同的一面。大女儿在时尚杂志中的惊人表现，让人看到了她超模脸很耐看的镜头呈现。这一次二女儿的造型和装扮很显然和大女儿呈现出来的质感又很不一样，镜头前依旧很有表现力的二女儿脸真的非常适合大荧幕，眼神中的坚定和脸部轮廓给人的感觉都让人印象深刻，给人以回味的遐想空间。三女儿的泡面卷发真的非常的可爱，也非常适合电视剧中可爱女主很讨人喜欢的感觉。看到小 S 三女儿的装扮，其实非常容易让人想到浪漫满屋中的宋慧乔。小 S 停掉康熙来了之后转战内地综艺市场，就目前来看表现并不是很好，大众对她也不是很买账。但没想到的是如今她的三个女儿却实实在在的给她长了脸，一门三女且都各有特点，大女儿的超模脸，二女儿的大荧幕脸，三女儿的电视剧脸，互相都不抢饭吃，也是相当和谐了。